时间。请文化局的刘局长。议员好。我想有两个大的议题哦，请您如果五分钟之内没有办法详实回答，请补书面资料。第一个，我长期在教育委员会，每年审议的有一项就是国际级华人世界的这个文化交流计划。那我想您也非常清楚，在委员会在给这个预算的时候，其实各党派的议员都给了你们非常多的意见建议，希望你们能够扩大所谓跟华文世界的一个交流。那这几年就以这一本我们第103页101年度总决算的审计提出来的报告，我发现今年度这个预算我一定会砍，我一定会主张大砍。因为文化局过去一再用一个非常恶劣的方式来执行预算，今年度在我们审计单位也点出来了，你们在执行这一笔预算的时候，你们又回到过去北美馆的恶例，用合办的方式来规避政府采购法的相关程序。我想请您回答，你们跟哪些单位用合办的方式被审计点出来，您有没有掌握？这完全是违反议会给你们的原始授权，该采购就采购，为什么又用合办的方式？我们在今年开始，我们就陆陆续续都用采购的方式来进行，包含。所以今年开始，您的意思是去年以前才有这个状况，今年都没有了？对，因为就是因为相关包含审计处他们在做这一方面的检讨，或者是议员在教育部门的检讨。所以您看到问题，那我需要你给我书面资料，就这一笔。连续三年合办的是哪些单位提供资料？第二个，跟所谓合办的单位更离谱的是，合办单位未依出资比例，以至于我们还要用公帑去预付，用补助经费预付哦。您知道是哪些吗？就是审计这边点出来的补助金额核销的部分未依原核定的出资比例来办理，您知道是哪些吗？哪些项目未依原来跟合办单位的出资比例，以至于我们要用公务机关的预算去补回来？您现在没有办法回答。我们在目前，我现在目前手边的资料并没有写的这么详细。好，你补充资料可以。补充资料，这个对于今年教育委员会审议这个部分，你们自己要做好准备。哦，这没有问题。另外，剩两分钟。那个都市更新案的公益回馈空间目前还是更续进行中，如果有好的地点，我们是不是还能够去争取？我会比较保守。因为你会比较保守？对，因为就是实际上的状况，比如说管理费用要缴好几万。就现在这一本审计单位提出来的，你们被纠正了对不起，被确实被提点出来最少有五个处所。我很快的讲我看到的问题。我想对于所有的艺文单位，其实大家多么辛苦的在找他们的展演空间，或是他们的训练空间，或是他们的办公空间，大家都找不到地方。但是就我们今天审计单位提出来的，我看到的这五个好不容易争取来的，是我们从89年到95年去争取到的公益设施要作为文化设施的用途，当中已经有两个单位，包括当中我北投的摄影中心，两个好不容易被文化局争取来，结果现在都移拨其他社会局去使用。不，我想议员可能了解，你们都看到问题了嘛？对，我们看到问题，因为租金实在太贵了，管理费用实在太贵了。我觉得是当初事前的评估跟事后的那个处理机制出了问题。那另外有两处，现在甚至都作为营委会的办公室。对，是你们自己的文化基金会里头的单位的办公室。我现在要讲的就是，争取这些空间是非常不易的，我希望您还是能够尽力的来媒合给适当的艺文展演团体去使用。第二个，也不要因为你们一再被审计单位所纠正，你们就原地踏步。就像您刚刚讲，非常遗憾，你现在比较保守了，那就代表现在的文化局对于替我们异想空间的争取，你们已经自己自退了一大步，因为这个公益设施你倾向不去争取。
我们还是会在公有的房舍上面争取给异想空间。我认为您的工作就是去替艺文团体争取，而不是现在因为你们执行不好被纠正之后你们就保守然后原地这是斗退路。我觉得这样作为一个文化局的首长，您对于我们这些基层的艺文团体是交代不